吗？那我再来看看。嘿，信任鬼！我是神，不是鬼，有礼貌一点。想知道我们的原理吗？神来告诉你，我们的游戏名称叫做不同角度看光线。我们是六年甲班的第六组。我们的游戏原理是光碟片表面布满了微小的凹痕，形成了极为细小的轨道。CD 轨距固定为1.6微米，光线对着光碟片，让圆的光碟片上方布如反射式光栅的绕射效果。我们的绕射是一直在这里，如果光照进来的开口较开，绕射会比较轻微；如果光照进来的开口较窄，绕射会较严重。这是我们的游戏设计示意图。我们的游戏方式是拿手电筒照 CD 片，纸上反射出3种颜色的光，并完成以下过关条件。低年级的过关条件是把光反射到纸上即可过关，中年级是把光反射到纸上画的蓝色大框框里，高年级是把光反射到纸上画的红色小框框，并说出原理。我的奴婢们来操作吧。然后我是仆人，我也是仆人。这是 PB 板，这是白纸，这是 CD 片，还有手电筒。低年级的过关标准是将光反射到白纸上即可过关，中年级的过关标准是将光反射到蓝色大框框内即可过关，高年级的过关标准是将光反射到红色小框框内，并说出游戏原理即可过关。哇，这么简单哦！那我回去要自己做做画，这下才能给你生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光线，原来我们和光明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黑暗的决定，那陪我闯的关，一幕幕都是你。